精髓为您悉心传授，修身养性，指引健康人生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功夫者，我是今天的主讲林峰教练。今天我会讲后手翻，会讲到动作的技巧和要领。如果有什么问题，请联系屏幕下方的邮箱地址，去关注功夫者微信公众平台，那里会有更多的知识为大家奉上，也可以加入 QQ 群，会为大家做详细的讲解。好，下面我们开始，接下来是动作示范。好，接下来我为大家做详细的动作讲解，有请王教练。非常高兴欢迎到王教练做我们这次的配合讲解。接下来我们开始。首先要站直，然后两只脚不要太宽啊，与肩同宽，两只脚，然后第二，把手要抬起来啊，一样是与肩同宽啊。这个后手翻有一个范儿，有一个过程，就是首先脚要弯曲，膝盖弯曲一点，对，然后这个手呢要放下来，放到后面去啊，同时身体呢要这样倾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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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倾斜以后，然后手这个腰这个地方要用力，腰这个地方要用力，然后手往后去啊，和身体往后去，这个腰一定要用力。好，下下下，对，好，下去以后两只手要用力撑住，然后脚呢，这时候就是脚的力量，两只脚要用力蹬过来啊，一二三。下面我们把刚才的动作稍微快一点的再做一次示范。好，站好以后抬手，一二，起范下，对，弯腰，二，然后三，蹬腿，好，收拾。今天我们讲了后手翻和动作要领，非常欢迎邀请到王教练做我们这次的配合讲解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联系我们屏幕下方的邮箱地址，去关注功夫者微信公众平台，还可以加入 QQ 群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节课再见。